陆飞，飞哥说下去看看，就一直没上来。下去多久？等会儿放水，他要再不上会被淹死的。陆飞，班长，啊，飞哥，陆飞下去很久了，一直没上来。陆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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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飞
飞哥有救了，都已经21分钟了，徐巍他能憋这么长时间的气呀？别吓唬我，飞哥不会有事儿的，是不是大山？是不是皮皮？飞哥不会有事儿的。我看过一个报道，有一个丹麦人憋了21分钟打破了吉尼斯纪录，说不定飞哥也可以。是不是司马？是不是？飞哥不会有事儿的。